你见过大象吗？大象又怎么了？没见过。一头大象大概有70到80个这么大。真的？光它一个牙齿就有一人那么高呢，你想想看它有多大。是吗？那大象有多少颗牙齿呀？20多颗吧，反正跟你一样。哎，不对，你骗我。为什么不对啊？你看，一个舌头有10个牙齿那么大，一张嘴有5、6个舌头那么大。如果按你说的大象的大小来计算，那大象的嘴岂不是有大象一半身体那么大？那不是太奇怪了吗？怎么了？干嘛这样看着我？我又不是大象。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很聪明。你快点告诉我大象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好了，很简单了。其实啊，大象只有2颗牙齿，像我刚才说的那么大，而且是长在嘴外面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让人迷惑的东西太多了。哎，去那边看看。前几年啊，外国进贡大象，阿姆带我去看。我问过驯养大象的象奴，才知道大象是怎么被抓到的。我知道，是陷阱。是一种很厉害的麻药。猎人躲在大象的必经之路上，把涂好麻药的钢针放在强弩之上，其他的猎人手持长矛，一切准备就绪。这时，大象还像没事一样在树林里面溜达呢。猎人们呢，要等大象走过去的时候，向他们身后射箭。通常啊，会有一个领头的猎人指挥全局。现在只等领头的猎人一挥手，那毒箭就会静悄悄地飞出来。你知道他们通常会把箭射到哪儿吗？射到他们用来坐的地方。通常在10步之内，等到大象发觉不对的时候。大象怎么会在树洞里？可是我觉得很好。詹，这辈子我都没觉得这么快乐过。活着真好。蓉蓉，答应我，让我一辈子守在你身边。那下辈子？
你们看他们两个在干嘛呢？是摔跤吗？不对，他们这叫猪拱槽。你们别笑，就凭你们这两下子上场还不如他们呢。你们知道你们上场那叫什么吗？草拱猪。大声点。草拱猪。大声点。草拱猪。再大声点。草拱猪。再大声点。草拱猪。对了，这里所有人当中就你比猪聪明一点点。请教费老师，您是指在场所有的人吗？索拉旺，你是想把我也说成猪对吗？就凭你那长满蛔虫的脑袋，也想把我满洲第一勇士费扬古绕进去吗？啊，弟子不敢。弟子是担心，如果费老师教出一帮猪狗学生的话，要是传出去，对我满洲第一勇士的名声不利。小子说话有理，咱们偶像书院里就输你行。好，赏你一个月，不用吃正饼。多谢费老师，您能不能赏点别的？这要是让学生一个月不吃师娘的蒸饼，那可比杀了学生还难受啊。比方说我吧，吃了大半辈子的蒸饼早就烦透了，如果有谁能让我一年半载不吃蒸饼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弟子担心费老师背地里说的这些话要是让师娘听到了，肯定会伤心的。什么叫背地里说呀？我满洲第一勇士怕过谁？哪天我把你们师娘请来当面说给你们看看。你要当我面说什么？夫人，没成，没成。钱大人，你快点啊。将军呐、啊、这不是我的管辖地界了，我是不是先回去给将军和弟兄们张罗张罗酒食饭菜的事儿啊？钱大人，赶快走吧，这趟差事要是办不好，我跟你讲，什么山珍海味，我们俩的性命都难保啊。我说钱大人，你知道什么叫军令如山吗？下官不过是个小小的文官，哪有那种荣幸啊，让敖少保亲自动手来杀下官，就是下一辈子也修不来这种福分呢、啊、呸，哼，撤撤。我们这里很少有外人，刚才多有得罪，自己人以后相互关照。好，索拉旺过来一下。哎，这位是纳兰蓉蓉啊，你好。这位是孔四珍，你多指教。索拉旺，读过你的诗。好，谢谢。你有没有事啊？嗯，那个人真有意思。好香啊！蒸饼，想来个塌陷，这就说明先帝的怒气有多大。现在谁提大婚，谁就是目无先帝、目无大清的列祖列宗。苏克萨哈，你也是先帝的旧臣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为了讨好新主子，居然做出这种绝情的事情来。你现在唯一能够赎罪的办法，就是在先帝的灵前自杀谢罪。只要你鳌拜先去，我随后就到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是先帝留给朕的顾命大臣，而不是外面的杀猪屠户。奴才知罪。先帝是朕的皇阿玛，朕是先帝的儿子。你们以新主旧主来议论的话，这不好比是拿司马昭和高贵相公的过失
来影射先帝和朕的骨肉亲情吗？皇上，你说清楚点，我听不懂。我为大清东征西杀，没时间学那些高谈阔论的玩意儿。我只知道汉人是说东道西的王国，我大清是指南打北的立国。我只知道皇上生下来就在这紫禁城里了，书本的东西我不懂，可外面的东西皇上你不懂。大明是朕的家事，外面有什么关系？我看孝陵塌陷，就是先帝暗示着我们朝中有些大臣早就起了不臣之心，这样你们该听懂了吧？奴才听懂了。皇上以四海为家，皇上的家事就是国事，大婚一事我宁可得罪皇上，绝不辜负先帝，奴才不能从命。民众，跟他说大婚是谁的意思。皇上有何训示？奴才昨夜遥感风寒，耳朵听不见。皇上说的，奴才恭祝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告诉你，这是太皇太后的意思。皇上，你不要老是拍桌子，奴才有张桌子，奴才也会拍。难为你还知道向朕称臣，朕不敢当。我感谢先帝的大恩，听从先帝的遗训，在朕面前桀骜不驯，难道也是先帝的遗训吗？先帝让我匡扶幼主，纠察朝政，不像有些人迎合皇上的过失，把先帝的遗训忘在脑后。朕要结婚也算过失吗？鳌拜肯定是铁了心要和朕作对。皇上息怒，敖少保心直口快，冲撞了皇上，请皇上务必宽恕。不过奴才以为敖少保的心是向着皇上，向着大清的。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，孩子大了，谈婚论嫁的事情我们不操心，谁会操心呢？皇陵的事我都知道了，天灾之类的事也是在所难免，用不着大惊小怪的吓唬自己，你说对吗？起来起来。谢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说的是，我只是想着先帝的十年计出了岔子，现在又来个大办婚事，我是担心下边人没有见识，胡乱议论起来，这样对皇上不好。哼，孙儿给太皇太后请安。起来吧。等老大不小了，火气还那么大。敖少保，坐吧。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情好商量？谢太皇太后。少保要是肯商量的话，又何必跑到太皇太后这儿来告状呢？皇上的吩咐，奴才怎敢不听呢？我今天可是特地来给太皇太后请安的，至于商量什么，奴才不敢。少保客气，少保只要口下留情，朕就感激不尽了。你们不要再做嘴上功夫了，我看现在咱们就先开始选秀，等皇陵恢复正常了，皇上再大婚，到那个时候啊，别人也不会说闲话了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太皇太后高见，奴才哪敢有异议。听说你家最近也有喜事了。这个如意送给新人，年纪大了总是怕孤孤单单的，总希望身边多个说话的人。至于儿孙们的福气，让他们自己去修就是了。知道了。
是个两面三刀的老贼。你想杀了他？老祖宗，您不知道，刚才他在朕面前根本不把我这个皇上放在眼里。他说他也想要一张桌子，太气人了。他要桌子干什么？拍呀。这个老东西肝火还这么烈，也不懂给子孙们留条路走。可他一到您这儿马上就换了副嘴脸，我看历史上的奸臣权臣嘴脸他算占尽了。还有那个明珠，我放了他儿子，满心指望关键时候他出来说句话，谁知道他装聋作哑，亏他想得出来。我看这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是一帮见风使舵的狗奴才。崇德二年带兵攻下皮岛，六年赢得松锦会战，八年随阿巴泰征名大捷，被太宗封为巴图鲁，顺治元年先破例自成，再灭张献忠，引我大清皇帝入关作证。皇上，你以为这样的大臣如何呀？老祖宗说的是鳌拜吗？不错。你说鳌拜是忠臣呢还是奸臣？过去是忠臣，这些年变化很大。是非忠奸本来就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。天下百姓都认为皇帝是一呼百应，手握生死大权，好不威风。其实当皇帝的时时刻刻都身在是非的漩涡当中，倘若不能审时度势，不能忍人所不能忍的，那事情就会做坏的，甚至于自己都会被这漩涡吞没的。鳌拜是个武夫，从目前看嚣张跋扈是有的，但是未必就有不臣之心。皇上凡事还是忍一忍吧。如果有一天不能再忍了呢？那自然就有不用再忍的办法，比方说拿大婚来说吧，他顶多在皇后的人选上做文章，可是不管谁当皇后，你的亲政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了，这你就赢了，其他的你又何必计较呢？所以现在他比我难过。等你羽毛丰满了，他会更难过。孙儿明白了，老祖宗，孙儿告退了。太笨太笨，你们知道吗？聪明的人摔倒别人，不聪明的人被别人摔倒。所以说武学最高境界只有聪明的人才能达到。他是怎么弄的？你去问他了。费老师说的对啊，聪明的人摔倒别人。这本来啊是我的独门技艺，是不能传授给别人的。哎，可是刚刚甄师没问过我，那情况可就不同了啊。听什么听啊，靠后面点啊。哎，魏老师啊，一闻到窈窕师娘的胭脂，他马上就四肢酸麻，随便一碰就倒了。哎，这可是我的秘密。哎，你们俩可不许告诉别人啊。不好了，鳌拜的人马上就要到山下了。
你先别慌，他们有多少人马？我在树上看的时候特别多，就这儿很多人马。对，就是他，没错，就是他。他们是冲着我们而来的，有地方藏吗？树洞里。道可道，非常道。道可道，非常道。道是什么？什么是道？道就是力道，头、颈、肩、臂、手，人身的所有部分都有力道，关键是要看着力道你怎么去运用它。全给我包围起来！是，快点点，快包围起来！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你讲的是什么课呀？啊，老子，哎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怎么让你糟蹋成这样了？哎呀，你这位先生可真是大有问题呀！那您又是什么人呢？哼，竟敢在我面前老子老子的，不服咱们出去溜溜。我正七品清河县令，堂堂的命官。你是什么东西呀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呀？我们先生可是镶黄旗的武术总管，满洲第二勇士，是先帝赐穿黄马褂的。在这儿说话，你可要小心点儿。你又是谁？我阿玛是索额图，他阿玛是苏克萨哈。总之，这里每一位都是满洲的亲贵子弟。还用我给你一一介绍吗？对不住，末将正在缉拿一名朝廷的要犯，冲撞了各位公子爷读书，实在是对不住，对不住啊。索拉王，你说谁是满洲第二勇士？哼，要算满洲勇士，自然敖少保是第一，费老师第二。我说的对吧？啊，对，末将正是敖少保府中的差遣，并且得到可靠的线报说罪犯向这里逃窜了，末将能不能四处查看查看，回去也好有个交代啊。哦，请索公子回去代问索大人万福金安，就说下官在这给他磕头了啊。哦，阿泰兄弟，你也先请回吧。啊啊，费老师，刚才下官多有得罪呀。你们去那边看看，我们去那边。是。快！钱大人，我看这个树洞里刚好能装下两三个人呀。真儿，我们该去哪儿？我不知道，只要有你，去哪儿都好。咱们去找一个像窈窕师娘家那样的小院怎么样？就算蒙着眼睛一路走下去也能找到，是吗？你说能就一定能。最好还要有一个像窈窕那样会做蒸饼的师娘，对吗？对啊，那多好啊。窈窕师娘正在书院给她丈夫做蒸饼，没道理跑到我们还没找到的地方去等我们。我告诉你我们现在的处境吧，我们没有上好的茶叶，没有干净的衣服，没有烫脚的热水，甚至没有了方向。可就算我们有了这些，
我也不愿每天像个贼一样东躲西藏。他们只是想要我们的命。龙荣，这次你带我出来看了那么多好东西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是我想要的。这几天以来，我一直以为天上地下，只要你有我，我有你，什么都不再重要了。婉儿，你别瞎想好不好？我知道我们从一开始就想的不一样。像我这样的人，根本就不应该来到人间。你听我说，我是带你出来享受幸福的，不是带你出来受苦的。要不然，我们还不如在地宫。我问你个问题，问完我，我就回去了。那，我不听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因为你问完了就要走，我不答应。你喜不喜欢我？真的？你不相信我？我喜欢真儿，我要娶她为妻。真儿，你听见了吗？我要娶你为妻呀！我喜欢你，听见了吗？怎么哭了？为什么哭？不开心？你赶快回家去吧，这个我留下，我要回去了。你要我怎么样？我要你回家去。我绝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你赶快回家去吧。我不走，要走一块儿走。对他好，他就对你好，你不用害怕。你的马个个膘肥体壮，养得不错。谢谢皇上夸奖。你先别谢，朕的话还没有讲完。你的马每天养尊处优，虽然样样都好，可就是不会跑，所以朕担心有一天我们八旗子弟也和这些马一样，中看不中用。奴才该死，请皇上责罚。皇上刚才骑的马都是御马房的马，日子久了，这些马也就懒了。你说的有道理。还有呢，接着说。皇上，本来每季都有进贡的烈马，可按照规矩，烈马到了这儿都必须把野性去了，才送到御马房来。这也不能怪你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去，给朕牵匹烈马。是。皇上，万一他不听话怎么办？奴才们可担待不起啊。哼，不听话自然有不听话的办法。
吓着你了吧？你是哪家的姑娘？哎，绿奴，你看到他了吗？小姐，你问谁呀？哦，是纳兰公子吧？小姐前两天不让我多嘴乱问。我就不敢多嘴乱问了，我一不留神你就跑得没影了，还跟胡说。我听说他家少爷长得挺标致的，特别喜欢读书写字，不像其他的亲贵子弟只喜欢骑马射箭什么的。他喜欢读书写字吗？这下可糟了，你听谁说的？他家人都这么说的。我看啊，他是老王卖乖，要么怎么连面都不敢露了呢？哎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小姐，小姐，哎，你的风寒好点了吗？亏你想得出啊，偶感风寒。我确实得了风寒，耳朵一下子听不见了。我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当众欺骗皇上。亲家，你以为你装聋作哑就能欺骗皇上吗？嗯，哼，你越想躲事儿越来。他放了你这个宝贝儿子，你还没有好好的回报君恩呢。啊，我可是为少王你才不说话的。我耳朵虽然听不见了，可皇上让我说什么我是一清二楚的。是吗？为了我？虽然我不知道你怎么为了我去欺骗皇上，但是我还要先谢谢你这个亲家。这是太皇太后让给皇上张罗大婚的，我要是当着晚朝文武的面把这件事说出来，那少保，少保你怎么办？你还能把太皇太后也数了一顿？说得好，说得好啊。到现在我才感觉到咱们俩有点亲家的样子。你知道你儿子现在在哪儿吗？你要跟我说实话。那天我去问大婚的事，太皇太后给下面的人传旨下去说，见到你儿子就得杀。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吧？这好好的好好的，你说这是怎么了？你说这一回他可真是把先帝的裴陵妃子给拐跑了，就是十年祭上的那个。而且他们两个大摇大摆的居然在外面公然住店，你说这话要是传出去啊，皇家的脸面就算想搁在脚背上恐怕也搁不住啊。这可怎么好？这可怎么办？少王，咱们都是亲家了，你外甥女儿已经嫁过来了，你可得救救她呀。咱们这么办，我想办法去救你的儿子，你赶快替皇上选秀，咱们两头把关。选秀？
我懂了，我一定尽力去办。那我儿子，我的外甥女不是已经住到你们家了吗？我多疼她你是看得见的，只要你儿子还活着，咱们就有办法。我方寸一乱，一切就由少保做主吧。驾。你累不累啊？不累。你好土啊。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就是想和你说说话。阿花妹子，你不要让人家看见把你抢走了，阿土哥舍不得的。哎呀，我是说你好像走错路了，这样走下去离京城越来越近，离村子越来越远了。哎呀，你跟着你阿土哥你就放心好了，咱们那村子就快到了。哎，阿土哥，我发现你赶车赶得挺不错的，你怎么会赶车的？我本来不会啊，后来认识了一个叫阿花妹子的，她简直啊跟仙女一样，所以我现在不但会赶车，而且还会腾云驾雾。啊，为什么要腾云驾雾啊？因为我认识的仙女啊不会腾云驾雾怎么办呢？而且这几天我好像尝尽了一辈子的悲欢离合一样，整个人都像在腾云驾雾之中。可是我老觉得会给你带来灾祸。哎，心不苦怎么能把好诗写出来呢？阿花妹子可要成全阿土哥啊。什么呀？这可得问厨房去喽。哎，那他喜欢看别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？这你总该知道了吧？咱们这些做下人的就更不知道了，改天我替你去问问二奶奶吧。哎哎，渤海叔，那咱府上到底有多少间房子？您这个大管家肯定也是一文三不知了。这回呀你可说着了。玉玉玉，咱们的村子到了。家吗？哎，渤海叔，少爷和老爷到底长得像不像啊？哎呀，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哎，你们两个乡巴佬来找谁的？少爷，您可回来了，赶紧去见见老爷吧，老爷都急疯了。哎，先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渤海叔，真儿。那丫头是我怎么不认识？还有，我出去几天而已，怎么都不认识这儿了？哎，少爷，我得赶紧禀报老爷，老爷这回能好好吃顿饭了。他在书房吗？哦，在书房呢。去吧去吧，走吧。老爷别光喝酒了，容若他不会有事的。谁生的孩子谁操心。哎，你又不是他亲额娘。老爷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要打要骂随你，可不能这么委屈我。行了，你就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不好？阿玛，二娘，我回来了。你等一下。
阿玛，二娘。你怎么弄出这副德行？你知道你闯多大的祸吗？我饿坏了，等咱们吃完饭，您再慢慢教训好吗？过来，过来。你去吩咐厨房做一只爬羊腿来，咱们家的公子爷闯祸有功，得犒劳犒劳。你们爷俩这两张嘴呀，真是的，一个要陪阿玛吃饭，一个要给儿子弄好吃的，就是不会好好说话。我去了啊。二娘，阿玛，我还带了一个人回来。渤海叔，把振儿带进来。请。渤海，你去门口看着，连只苍蝇都不许放进来，懂吗？好，老爷，您就放心吧。你去吩咐厨房准备饭菜，不招呼你，你不要过来。哎，二奶奶，二奶奶吉祥！哎呀，吓我一跳！听说少爷回来了，这回老爷该高兴了吧？是吗？我还不知道呢。二奶奶，渤海叔，少爷刚带回来那个女的是谁呀？老爷吩咐了，连只苍蝇也不许飞过去，老爷正用饭呢。奴才内务府总管明珠叩见娘娘。哎，阿玛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眼睛没瞎，你也跪下，快起来吧。哎呀，奴才伺候完娘娘，用完膳，再亲自送娘娘回宫。阿玛，你要让他走，那我也只好走了。蓉蓉，你别为难伯父了，我自己走。奴才恭送娘娘。等等，还记得我在大牢里跟你讲过的话吗？不管生死都在一起，如果你一定要走的话，那就听我把话讲完，咱们一起走。是皇上让我救他出来的，也是皇上要我把他安顿在咱们家的。没有，伯父，皇上没有让他带我到这儿来。我不想害了你们一家。